包括有时候在有什么坎坷，稍微放点指点就是了。那不可能焊细，没有细，还要细，不但细得好，那细的一天。就是要姓陈，陈鱼，陈鱼我不来的，学你们陈。好，没事。清楚不同白天看看这谁呀、谁这个是室友求事者，这就是我呗，我不姓我，这是老师，是，对不对？对对。这个他入墓，是不是？对，入墓，入库，不要入墓，要坟里入库。这个我这个这不是绣球吗？松了吧，松了吧，哎，从哪儿？哎，它本身就原始没有，是不是？对，它是从相，从以往来问，从相没有原始，对，有原始也没用，破了，原始没有用啊，原始不让挂，哎，有原始也破，这是没有用，要不然我就完了，完了，这从家往看。我这是从相，这我这么一就算对了，是。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你这入墓还得学五林腾蛇，说明说你接受能力是有限。哦，对不对？你接受你入墓，你学五这他头脑，我是接受能力有限。就是说我传给你多，你像字母化，你这马呢，可能有些东西消化不了，是不是？你腾蛇嘛，还是一种虚妄。离不开，是不是？你看，你玄武还有一个什么迷糊，有时候不明白，或者有时没搞明白，那李正清是不是？他这个有点不出声，对不对？入墓有点。那么这个怎么办呢？那就得回去等卯年，你还能寅年还不行，你寅年还能等一年，你到卯年你各解各解才能打开这些东西。对，你现在就回去，你就把马上你结束了，你不可能马线就偷清楚，可能还有一个地方你还是迷惑。我这是干出什么迷惑？你到卯年把那合计了，你这合节目了，你才能你说下才能明白了。那跟人了，不入墓了吗？入墓了。
如果墨这一合，不就结木了吗？对，这不是它动呀，是不是？是不是结木？所以到卯年，你才能，哎，一下子透亮。你这迷魂都不见，你才能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他怎么能按动？没有冲的不按动。忘了，没动。这忘，别看你只有地理层，只有地理层次，你就相当于地理层次。这爻，但是不具有地理层次这个层次的权利，所以你还要入这个墓。但是因为只有地理它不完全入墓，所以有些东西还是听得懂。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入墓的。那入墓这部分就是肯定是迷糊了，被宣武这是。不清楚，左邻腾蛇也是乱的，是。可是这个技术不行，我看怎么着。技术不行，对，你知道吧？主要技术不行。所以你不要担心，就是你到卯年，你在一个你寅年，你在四所一年，在你在继续上，一年不，这也是一生吗？是，你在总结，你在反复看，反复整理，反复琢磨，就悟。你到卯年肯定下。嗯，所以两年还不算，不算多，不错，感觉成绩挺好的。我不算成绩，起码你明白一下。成绩虚成嘛，成绩更好，对嘛？我成绩都不一样嘛。成绩它不是这个红空嘛，朱雀它就是说表达方面不行嘛，它成绩的表达又往年抽，成绩抽看，不厉害，不厉害，就是往年成绩都明白。他这是像你的，所以现在因为你这个服务肯定有些地方不能完全，肯定的，不是讲究一点的，不要紧，把笔记记好，或者你记不准呢，大伙抄一抄，哎，再琢磨，明年我就是印呢，再琢磨一年，再悟一年，应该不成问题。你像当堂能听明白，反正当时我讲完都听明白了啊。咱这个悟性也相当高，因为我听课时候啊，我还有些东西当堂没明白，就下回去几个月没弄明白，我就仔细想想一两年，我才想明白，我才悟出。以我这悟性，就是我听李洪成老师讲的，当然也有些东西不明白，有些东西是明白，有一部分是不明白，那怎么办？回去他自己琢磨，去想，去弄。反复经过也是经过一年多，才明白，才悟到。李洪成老师的思维啊，确实是不错呀，真的。思维啊，他的易学思维啊。不要说仅凭一个他的实战呢也好啊，或者仅凭一个挂历去端塔行不行？我觉得人的思维很关键。对，你像就说思维啊，就相当一个人，相当一个谋划者。他尽管他就是出谋划策的人，他是决定你大象的人，而那些当将军的，他是实战。他可以去打，你像那个那谁诸葛亮啊，你要是手无缚鸡之力不能打，但是可以用于他的智谋，用于他的思维，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指挥着大将。你要是打他肯定打不过将军，对不对？但是他去除这个道，他这个方向，他的思维却让你实战者能胜。我对李洪成就是他这个道，他这个思维，他让你有个正确的一些思维，一些方向。你有了方向，你再去练习实战的东西，你就可以实战。明白吧？首先，这道的重要性，首先是个方向不准，你才能指挥实战。他可能有时候有道理，可能实战不一定行。你就像诸葛亮，要是聪明打仗，你要打肯定不行。
是不是？但是不代表他就不能自卫战争，明白不？就是有一些医学书籍，不见得他有实战的一些性质。你比方说，有一些相的书，是不是？有些相书，你这些断具体字可能是不见得能像一下子断出来，但是你根据相理论，你会运用时，它就能断出来。因为你看有些说卦象的书，你真正的说辞卦辞，你可能是咱实战中用不上，但是你把它这个理弄清楚，思维弄清楚，你再通过实战去运用，你就把这些理论用上去，它好使，明白吧？所以我一些实战的思维来源于说这些理这些象这些思维这些谋划的象。首先懂得道，然后才能怎么实战。中国还有一个专门是游泳队的教练，他不会游泳，他说却培养出什么不少世界游泳冠军。他不会，但是他懂理论，他懂得什么这个力学理论，知道这个水啊怎么弄，但就他自己游泳他不行。哎，他就根据这些理论指挥你怎么弄，怎么是接受阻力怎么弄。哎，他能上去弄，他把这个告诉你怎么弄，怎么动作，怎么能减小阻力，怎么用力，这个水的力度能推移推进比较好。他会研究这个，叫他游泳，不会像他叫人，就是没有人绕还不行。所以不懂游泳的教练，不见得他就培不出冠军。这个工作视野，这是地水始卦，数没弄完，这是负啊，一个负，前五弊吧，啊，伤什么伤？地水始。
过名气了是不是？地火明夷。啊，我写错了，明夷吧。看看。是我错多了，坤为低的，地府地气就是地雷木，就是地雷木，那坤为低了。地雷木，他这个可能他错把手，他是古树上一个地，他就这么写的。这不是我的卦，是古树一卦，也是增量不易的。不易的一个例子，那出发扯淡出来啊！我照这说是第四世。这应该是自己沉的，是不是？是啊，嗯，是，嗯，那自己沉结果是不是一样？也是一样。要自己沉结果也是一样。温差，包括功课。人家冒出害，咱就冒出害了。看这冠军事业怎么样？是要怎样？像利不利，利不利事业工作，不利。这个卦首先从这个看，因为它是官运事业的，说明它有职位在身，是不是？那么这官鬼要是化退，这是一个不吉之象，是不是？子孙化尽，子孙反而化尽了，是不是？这相不好啊。尽管这子孙要绣球，哎，但是相不好，被卦有时候这个相意。我没有，这样没有力量，照样有力量，是不是？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月磕就是绣球，他没有力，没有事儿，这卦象我一定是磕不动，他转层次就能磕动，对不对？只要他眼前没有事儿，对不对？眼下没有事儿，这个按月的还是怎样？年啊，年月都可以，结果是在第二年。第二年，被拿下来，也没说被革职了。具体月份没说。没说就说第二年。估计次年是革职了。你不管哪年，我估计就是，他要是配上天干，配上这就是。哎，大鱼。这补益就在乙卯月，是不是？乙卯月，
那可能在丑院，这年的丑院有点口舌，有点刺激，完了这个你拿下下好了，就名医明显见上，是不是？你这卦明显吧？你不明显，你像明显，这以后有注意，凡是有这种像，为什么是忌神动不是用神动呢？为什么这个忌神克用神呢？为什么这个用神往变化化退呢？忌神化进呢？就是一种像，不要考虑力量。嗯，哦对，子孙而且化，必须还是公正的。哎，就是一种像。所以这种情况要是有五行的这种生克关系，同时还有这种相，所以我强调的咱学校要学相，力量实验是一方面，相很关键，明白吗？所以一定要抛弃原来那种思想，不然得有力量把它克倒才行，而是呢这种不利的相存在，你就要倒霉。他那为什么不化进神呢？为什么这用神不化进神？为什么不化归正呢？偏化化退呢？偏面寄生化进呢？这叫神爻七网动，神爻七网动嘛，七网动。还有个天机进泄于动变之间，这个天机就现在动变之间，它动了变退，它动了变进，对不对？不利职位的力量化进了，有利职位的力量化退了。他撞错还有错的道理，那不撞错也对，也会的呢。这样更快回头客，是不是？更差，对，更快。对，这也是，是不是？他不撞错也对，是不是？也可以算是，对不对？七点阴，哎，七点阴，对呀，也是一毛月，哎，也是快回头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要看力量。上天垂这个卦象，上天垂象，垂你卦退，垂你这个忌神，这个忌神动，必然有缘由，必然有缘由。尽管他力量不足，也是呢，咱说坏事的也不用还有能力就坏事，真的，你要好事必然得有能力，有这么句话，坏事的无疑。并不一定有能力才坏事，但是要成事呢，必然要有力，你有力才能成功，对不对？得有水平，你像坏事不一定有水平，就是没有水平就坏事，对不对？成事必然有余力，得用神望，是不是？嗯。你想画一幅画，得有水平才能画好，费得很大劲。那么要办事，不用会画呀，不用会画画呢，就不会画画呢，他一抹一下就完了，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即使讲坏事的啊，他不用很望，就坏事，不用有特别有能力。是不是这个道理？嗯，你费那劲，有那么力量，跳了一杠，那小孩儿，弄个那土放里完，这杠水白忙活了。所以有一些姑叔这句话听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有些话天机静泄动变之间，就是相
特动作示意的走向走势了。许愿病害不为何，必则这一卦，看工作趋势是往好走，往坏走，是不是？说说倒霉上发财，这也是母是一位什么一位领导，完了找我测一下，我现在我不能说是哪一个是哪地区啊，找我测一下。首先，大象你这个确定好，是往好走势啊，是往坏走势？好，是不是？然后阴气，对不对？但是来到我这没有任何，因为有领导，下面司机开，司机没上来，他自己上来，就是有些事都是怕人的。所以不挂引摇。当时应该去锻炼，还没看到八字，这个摇一卦。这是求特者，是不是？我先把这个位置，求特者，这应该是掉令子的，是不是？或者单位，对不对？单位发动了，放松肯定单位内部要有调整，跟着管理动，是不是？哎，这是竞争者，是不是？或者叫同事，是吧？这也是同事，这次是这个位置是吗？领导，应该是一个领导人，是不是？
这是什么？鼓励。技术。鼓励观位的艺术是不是？艺术。对不对？你看有利条件怎么样？不利条件怎么样？不利条件能不能构成不利条件？那你看怎么样？他现在惯鬼其实临够神，肯定是有些担心，是不是？哎，要不然不担心就不能来测了，有担心害怕。首先看有没有降脂的因素，这个法动是克制损，是不是？这个降脂因素暗静，所以啊，这降脂因素不明显。那么胜脂因素呢？日月胜，它冲它有点暗动之象，它就一生它，看吗？它冲它有一种象。或者他直这个直接直并入下就可以是生，所以当时我也看过，我说你呀最近工作又有什么好的走势了？他那时都五十几了，可能是五十五六了。啊？我是比四五六还要大。都五十五六，我说，我说你这个工作现在要我从这挂看啊，应该往上走了，往上走一下，你马上就有什么好事儿。我说这个地泽临挂临这件事马上就临近了。我说可能最近呢，你上头领导呢下来考察，临吗？他说对呀，他说是有机会，马上就是。就是竞聘的人大主任，那到人大以后再弄几天。我就知道，我想肯定55岁以上再生，我这虚职一样的。对，要竞聘人大主任。在下面再说那一段话。就是人大主任。我就是，这是到人大以后就准备退休了，过渡进来，过人大主任。你看人大主任起码你到上一个职，不管是虚职实职，上一个将来工资，工资高，是不是？不是我到这个地步也不讲有是钱不是钱，就是说咱被退的钱评一下职，评一下职，这样你再退下以后，再过几年退下以后，起码工资呢各方面待遇呢。人大主任权力很大，啊，不是虚职权力很大，对，有权力啊。很大兄弟，很多任命都是很大的。你看这个，我说为什么？我说地泽临卦，这临就是马上要临近。那么，而且这个壬寅午爻是巨位，那肯定你上临下之象，那得上你考察嘛。说临卦是以上临下之象，有一句话叫克利济群嘛，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上面有了考察，他说是省里啊，省里马上就说。要下一人要考察我，我说你有一个主要领导是个女的，她推荐你，她你们俩关系挺好。我说是，这个是女的，才爻你有孩子一爻吗？邪乎，那有。这是不是她这个？不是这个安东胜他妈，就说是，确实是她顶头上是这个女的领导。所以上一我是头几年也有一次机会啊，想提我，完了我这个领导说这次机会啊，你先别呢，让给别人，那个岁数大，让给他什么，这样就是他上次就这个机会啊，就是他就没去，
说这次又赶上这次机会，完了领导也跟我谈了，我也怕再有人再来竞争，竞争者，我再让给你，那就我的岁数这么大了，是不是？再过几年没有机会了，那么现在看竞争者有没有能力跟他竞争？没有，是不是？竞争者不动，说明没有，我说问题不大，虽然有几个符合条件的，但是领导的信任你，问题不太大，这回你肯定有事。我这十月、汉月，对。结果十月来电话告诉提高就说，这次如你所说胜上了。十月是因为十月它正好是临挂一半得临挂的快。如意胜上了，所以挂的那也可以听，这也代表单位内部要发生什么职位的变化，是不是？这已经是明月。那么按理这是什么？这是暗箱操作了，是不是？按理这领导就是说，你是我要承认归属。那么这个上头领导要进来考察，和这个领导应该是一个意见。他第一见过这个领导，问这个领导，他俩达成一个也好，就是他，是不是？先是一致，对不对？他俩是一致的，反正就是他。所以就是按照申购资方那个下面的主要的四国，不是那像初中啊，那入库啊，那重新计划。入库不又冲出来？入库这不是又冲出来了？哦，冲出来了，我去！现在问题是那个四幺的贸模跟那个续密合在一起了。你合就是提上去的东西啊，这种合你挡不了它是它。我单说窑崩合，那是四幺崩合，你不能送别人。如果这次又是在别的窑。那是你球馆和你无缘，对不对？这是试眼不练试一下合上去了，那你试眼被合挡不了，不是他被合，不是他被合挡不了，他是能试，对不对？没错。如果是你球的馆不是在试眼的馆要被合，那你是馆被合，那和你无缘，对不对？可是明白吗？这是关键，因为你是什么，你是一块合走了，怕什么？你挡不了他，不是他被合，你挡不了他。他和他不能和他，为什么？他俩有关系，所以他不能和他，对不对？所以他为何是要这个为何林冠组合挡不了这个对他的事，明白吗？如果这不是吃事，不是官窑吃事，这个官窑那可能就被喝走，被别人这被兄弟喝走，对不对？就一点都差。你们还不错，提出这个事儿。不提出我也能讲，还看到了这个是要被越合，我看到一会儿人家说的不是这不代表说实际是个权，为什么？你不怕，因为你挡不了这个是他，所以我讲过，以前讲过，这个你这个是要被合不要紧，对，你不能去送别人。如果你是钥匙被割了，那属于这个钥匙对我刻薄无缘。现在已经吃住了，等于一块儿伤害，一块儿被割走，对吧？对。如果这个被割，那你不强。搁这不是灌骨窑被别人割，你是要是父母窑吃事，你灌骨窑。被喝这种药是这次试药，这灌骨药这样不行，这真没有生存的，喝走，这不行，这灌怎么样被别的兄弟喝的，他两码事儿，明白吗？这从这句话也学了一个知识点，很重要的知识点。我听那个话还要忘啊，忘不行，不忘的话可喝的话可能也忘还忘。所以这种河往上河就是掉上去了，连石原连植被一块掉上去，
是不是？又是一种像。是啊。能否考上公务员？平时，这个取用是怎么取？能否考上公务员？我抓着问题实质。抓着根本，一下就看出来。这个用是取什么？官鬼吧，啊，取官鬼的，取这个呗，嗯，这是用神，用心，父母爻，啊，要看父母爻，父母没上卦，父母爻在，原来在上，上一卦，嗯，啊，五神取这个的，嗯，父母火，对不对？是啊，在二爻。啊，在二爻有，啊，哎，不是五火，四火，四火，像这卦主要看什么？考上成绩，考上公务员。其实能否考上公务员，公务员就是一份工作，一个国家有编的工作，是不是？其实你考上公务员，就有国家正式一种分编的工作，是什么的？不是说公务员就是一种工作，是不是？嗯，文保性的工作，对，对不对？就成绩好不一定也考上啊，对。但是成绩不好，一定考不上。看工作，主要是个不要看父母爷，就看官爷能不得的这个公务员这个职，这个公职是不是？所以考公务员其实就是考公职，对不对？以后就看官鬼爷去了，你要妄想是成绩好一辈的，不用你那么那么多年成绩好，是不是？能不能考上？考不上，真考不上，家伙。首先，你看他从不从。是要旺旺，是要旺旺，是要旺。怎么还有点信心，是不是？哎，旺。要不然你没有点水平，不敢去考。对对。像我去考公务员，我考去考。你可以本科的。啊，对呀。说明有点实力，是不是？现在叫我考都不考，给我都标，人家当不好公务员。这一卦说明有信心，这个临六神是杜鹃，够。唐、白、玄、清，再看官爻，官爻在日月休囚，它从不从呢？嗯、要从就好了。为什么不能从？水旺。水旺。水旺了。哎。
水卦有元神卦，不能冲，不能冲，他就得按弱判。这个被冲了。对，是不是？要日破，对不对？所以呢，没有考上，一直没考上。这个很明显吧？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从，什么叫不从。元神只要妄想了，那就很难从，对不对？这也是测能否考上公务员。未月，丁子日，选择，他在这个是在法院工作，这个是这公务员职，是不是？嗯，对，这就是供职吧，是不是？要考取供职，对不对？是要是吗？求个人，什么情况？是要旺吗？要旺。坏要旺吗？旺。也旺。这个人生啊。是的，是的。看看。公检法的那个工作可以辞职是吧？考公务员不一定就是公检法里面的公务员，是不是？根本不能只升职是还当什么？一句否定。能不能？不能，只升职就否定掉了吧？马上。嗯，只升职就否定。我可以骗个法院工作，是不是这样？这你不用看，就看这官和你有没有缘。那没有缘。对，能有缘。没有。他关键是入墓了。对。原相也打不开墓，忘了入墓，这个原相就和你入墓了，和你无缘。入兄弟墓嘛，所以被别人竞争去了，弄去了，对不对？你试一下，这不就是封控了吗？这种相在这，这官入墓了，被兄弟别的兜里了，那用到别的名下了，是不是？有这是不是兄弟妖？是。哎，你自己最后人落空门，完了天色里逛着，白玩，是不是？落空。自身实质首先就不利了，所以看来他俩不会产生深刻关系。为什么？一个入墓，一个封空，没有联系。这个职位和你俩没有联系，能说是你吗？对不对？所以可以肯定，对他两旺。实质呢，没考上。实质也没考上。就是。哎，假如这个挂不入墓呢？这个子孙以后，这个以后不封空呢？那也考不上，不是要先走。不行，哎，不行，跟他没有关系啊，没关系。按不动。
子孙有金呢？那也可以到香，这罐等于得了一块，又是一种香，是不是？是不是？金味落到别人身上，一块。那是父母虚度之事。哎，父母虚度之事，来的不入目。如果你是未出世事可以，有可能可以，相当于入什么？入自己的墓里，明白吧？厉害。如果是你说的像法院亲戚法工作，那如果是真的有可能也不行，你妄想的也不行。你受缺也可以。但是你以前上就说子孙只是法院什么工作的。可以，可以，但是条件你太旺了也不行。你的条件比惯了也得是吧，和你能有联系。你这都没有联系。如果有金呢，老油烧出来那也不行，不行，痛快了。对对，冲关不够，他自己说的是话题。哎，那你的绣球，你的绣球才行，绣球我补课才行。我测过，就是说一个是吗，像金姓这个法院院长，他是子孙要吃是绣球，结果肾病。绣球啊，重格啊，是那不是？对呀、啊，重格啊，绣球啊，很乱是不？重了，重了，这重，是重的没有。那子孙要绣球不客观，不然是不是？是个女的。